他带来看到的是即将拆除的高雄市左营自助新村，由于居民呢陆续迁出，留下了非常多的空屋。现在呢，有学生为了要留下回忆，开始呢在眷村里头的房屋啦，还有墙壁、地板来进行彩绘，让老旧的眷村更缤纷。大大我可翻拱村，翻拱村。这三四十年前的返工歌曲，眷村老伯伯唱来已经上气不接下气。民国万岁，中华民国万万岁。哦，那也不鼓掌了。要鼓掌。上气不接下现场。伯伯在镇住多久了？快四将近四十年。哦，四十年。眷村里的老老少少对当年的返工歌曲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。返工返工到老区。大陆是我们的骨头，大陆是我们的疆域。过去称老共的眷村老兵，随着两岸局势的和缓，唱起过去的爱国歌曲，边唱边笑。不能让共匪，这回想回想嘛，这叫你们后人们这个看一看吧。这是在高雄市左营的自助新村，在眷村改建的政策下，今年六月将走入历史。学生用彩绘记录下这仅有的回忆，没想到引发广大回响。你只要站在这边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天使。大家对眷村其实都还蛮陌生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利用跳格子的方式，然后带动大家可以进入眷村，去探究这个眷村到底真正的意义。每个学子把不同的成长回忆融入在眷村的家门、墙壁或地上，要留住眷村曾经带给他们的感动。中天新闻王嘉庆高雄报道。